这丫头哥，今天我们又来买车了，因为我们那家那里有个坡这样子，然后有几方的沙子，还有那个砖头，要把它弄上去，买个车方便点。因为这几天连续几天挑那个泥土太累了，买个车要方便。走，去看一下，问一下老板多少钱。他这车在外面，我早上帮你问过了。这个。2800。这种2800。他说可以装一吨的。还有没有轮子小点的？不知道，我没找过。那边还有一种小一点的，这种是皮带的，那种是汽油的。这是皮带的，没有倒档。那个。那个没有倒档，这个有。老板娘。过来买个车，让来谈。肯定要好一点的，好的就搞大。你这个轮子要可以大一点就好。这个拉1000多斤的，还有没有？我要你这铲哦，上个街哦，上个街啊，上个街是怎么让得上？你说，你看这个图片，改个图片给我看看。我没有拍，反正你不上楼梯那种就可以，它是有路上开得上去。没用过哪里？不会用的，楼梯不会掉了吗？这是保修2年吧？没有。等一下，我们来那个他帮我们送去吧。在哪里？在车里。2700了，哎呀，不讲五十块，2件进来，慢慢说。我两个自己买的，没有了，今天把它换掉了，这个。
跟那些老朋友借瓶机油，那30块，20块、10块一条要下来一瓶。没得了，没得了，来，够了，就你送半瓶就够了。用了7天就把它放掉了。已经在家剃了就可以，用7天就把它放掉啊。用了7天就把它放掉了。可以，那你可以。用了7天就把它放掉了。哦，这里呢？这里可以放完了。哦，可以，那你可以。用7天就把它放掉了。哦，这里呢？这个倒不够用啊，这个。倒了，只要是一半。倒下去也从这里倒。倒放电线从这里出，从这个口。那就你看那细菌，看拉会不会拉？难道你来？这个关拉不掉就开吗？来看看图，是你做还是他做？他们在那里。要的时候是拉上来的，别人掉了嘛，掉不了，掉。他掉了就把它推了，关起这个回家就方便了，知道吗？下次你过去的时候，让你开一下，体验一下。我不敢。可以的。老板拿二维码过来了。这个小弟都不想拿过来了。是2700吧？这是你老婆的二维码吧？谁的一样的？这是好男人啊！对呀、啊。没有，我对玉林的男人印象挺好的，因为那个村长嘛，哦，小六他们都挺好的。发财，老板带上。你这个不少。2700。这少点啊。对，少了真的是对底价，占你20块钱这个桶，真的我。那老表买了个什么？他买了那个。这个是化粪池，那个水桶要不，我以为是水桶。水桶那个铁栅，那个500块不贵啊。哦，一起加那个铁栅。哦，那里那500块哪里贵？那个一吨的，有投资到200。干嘛呢？耳朵？好红，过敏了呢。呜、不得了！两个耳朵都肿了，还有这里。这里也是，整个下面全部肿了。说了叫你不要搞那面膜，你不听我的，你不相信。不是搞面膜，100%的面膜。是上次我去抓那个什么花，然后就抓抓抓，就变这样了。赶紧去。如果我用面膜的话，那不是全部都要有吗？只有这耳朵这边，两边。我昨天晚上就是抓它，一个晚上都没睡。那你待会马上先去医院把这个弄好。对，等你们走了我就去医院。好吧。去找那个保养啊，找周医生也没用了，找严医生了，这个要买点那个过敏的药。那么痒呢？那你今天早上为什么先不去弄那个呢？今天早上我先去看苗了，帮果农看那个。嗯，这个我破一个洞了，这里的。真的。哦，我靠！完蛋了。
马上去弄，真的已经开一个口子了。那你先回去吧。好好，我们马上就走了。